好，我哋翻嚟影我阿春秋啦。咁就係讲返啦，我哋有一套戏，咁我同 Annis 睇咗嘅，作为一个猫奴系要睇，咁就快啲讲啦。咁叫 Electric Life of Louis Wayne 啦。咁就係、是、喂佢死啦，佢套戏叫咩名呢？等我先啦。佢个名好鬼长嘅，叫做路易斯韦恩的迷幻猫世界啦。比较翘口啲啦，但台湾就直接嘅天才猫奴画家。哎，我鍾意呢个名，点解唔落呢个名其实。呢套就係一個人物傳記故事嚟嘅，咁就係佢講一個畫家叫做Louis Wayne， 佢最出名就係畫貓嘅，咁但係佢得意就在話佢係用咗個擬人化嘅手法，將啲貓就化成好似人類咁樣嘅插圖啦，就好受歡迎啦。咁但係因為佢呢、這個畫家其實佢後來佢有精神病嘅，佢後屘佢畫出嚟嗰啲畫咧，越畫個風格係越變得好迷幻嘅，咁亦都後世人都覺得啊，佢應該當時佢應該係有精神病，或睇到啲異象啊咁樣啦，影響到佢個畫風啦。咁但係佢跟住呢套戲咧，就以佢嘅生平嚟拍啦，即係真係由頭到尾拍佢嘅一生嘅係。咁我哋之前都講啦，呢排我哋都睇到好多傳記電影啦，咁但係有啲就會拍得失敗，因為太貪心啦，將一個好豐富嘅人物要講成世，就講啲唔講啲啦。咁有啲人物傳記咧，就會可能淨係攞一個章節去講佢一生裏面嘅一段小節咁啦。咁但係呢一套迷幻貓世界咧，佢差唔多係講曬佢成世，但係開頭係倒敍，即用一個倒敍手法講翻佢點樣嘅係好。其實如果係就咁拍咧，其實可能會好悶。咁但係因為呢一個主角佢係一個畫家，佢係一個怪人，佢仲係一個貓奴，咁呢啲嘢係開始有趣起上嚟咯。咁、那個編導呢其實都好得意去用佢一個手法去包裝，將呢個故事講得唔悶啦。其實個故事呢，如果你認真啲睇呢，係一個悲劇嚟嘅。咁就係講 Louis Wayne 呢，佢好慘啊，其實係喺佢唔即係其實佢屋企應該都係一啲中產階級啦。咁有六個女嘅，有六個妹，咁佢要養六個妹嘅，其實佢五個妹全部都唔能夠出去做嘢，因為那個年代女性地位低微啦。佢哋只可以匿埋屋企啦，咁佢一方面佢要養家，另一方面佢就要安排，即係屋企人要安排，又要有家庭教師去教啲妹妹讀書啊咁樣。因為點解主角唔自己親自教？唔係佢自己唔想親自教，係因為佢真係要揾食啊！佢係屋企得佢一個有能力，得佢一個有資格出去揾啊！佢一個男丁嚟噶嘛，咁但係佢開頭佢最熱衷嘅唔係畫插畫啊成啊，佢最初頭咧佢一個空想發明家嚟，佢諗好多 idea 咧，去諗嗰啲發明想去推銷嘅，成日都講話電能呢樣嘢啊嘛。咁但其實當年咧係冇人聽得明佢講乜嘢嘅，係覺得你傻傻地嘅，覺得佢係即未覺得到佢有病，就覺得佢兩班人就係啲奇奇怪怪嘅嘢。咁反而係有啲仲有啲報社都會欣賞佢畫一啲插畫嘅。嗰時候佢好似有個記者嘅咁嘅方式咧，佢走去各地去採訪啊，聽翻嚟啲嘢，睇翻嚟啲嘢就速寫咁畫出嚟啦，係。咁後來即係當呢個攝影技術出咗之後，哇！一影相咁就當堂插畫就好似嗰個地位就一落千丈啦。咁但係呢個畫家咧，佢又咁啱咁好彩，佢觀察貓嗰啲動靜咧，佢用另佢用佢個幻想咧，佢畫出一啲好有趣嘅插圖出嚟啦。佢因為佢屋企咧就請咗個家庭教師去教佢啲妹。個家庭教師其實現實上就應該俾佢大十年嘅係啊。咁但係佢就同我一見鍾情啦，兩個都係得少少，即係有啲似社會啲邊緣人咁樣啦，係，即係大家都有啲奇怪嘅諗法，但係都係唔係好俾主流接納咁樣。同埋即係而嗰時候，如果女人做家庭教師咧，其實都係慘嘅，係，因為佢只係有一種職業嘅就係、是，就係、是。係啊，同埋佢原來咧係周圍嘅人都睇唔起佢嘅，即係話佢係身份卑賤嘅。咁但係跟住呢兩個怪人就一拍即合啦，就一定要結婚啦，咁就即係唔理其他人所講，就自己搬開住正式叫自立啦，咁但系咁啱咁唔好彩就系话个老婆佢就有咗急病，有咗癌症啦，系咁啊，其实大家个相处时间唔系好耐嘅啫，咁但系佢哋期间佢哋就收养咗只猫猫，咁而即系透过呢只猫，咁啊主角佢开始佢展开佢个伟大嘅画猫生涯啦。咁但係其實點解我哋話慘呢？因為其實當個故事一路即係個故事一路推進落去呢，即係老婆走咗啦，咁同埋一樣嘢你作為一個貓奴你會諗到嘅，其實貓一定會早走過你。咁亦都當 Peter 走咗之後呢，其實
阿 Louis Wing 嗰个创作力系达至顶峰，因为佢太伤心啦，佢令到佢个创作能力去到好高嘅，因为佢要将佢最伤心、最痛苦嘅咧，全部化做一个画，一个想象力啊。其实好奇怪噶，佢越伤心，佢啲画咧系越丰富噶，越丰富越开心嘅，即系佢系将佢最伤心嘅嘢转换成为一个快乐，但系其实好违和嘅呢样嘢，咁其实侧写再侧写佢个妹妹，其实你入边戏入边咧，其实佢个大妹咧，大妹其实比较多戏份，其实大妹亦都系一个悲剧人物嚟，大妹因为佢妈咪唔能够持家，大妹系要承担住一个责任，即系其实阿 Louis Wing 就一个爸爸嘅责任，然后大妹就系要承担妈妈嘅责任，咁到到最后其实个大妹其实每一样嘢都系为屋企着想嘅，但系最后其实佢都系冇家噶，即系佢都系最后都系郁郁而终嘅，因为太穷啦，即系要担忧好多嘢，变咗其实佢负担嗰个超到自己都接近一个超负荷啦。即系其实佢写大妹咧，佢系写得好好噶。咁然后但系之后一路落去，当大妹都走埋，阿 Louis Wing 就完全彻底成个人崩溃咯。咁亦都有样好悲哀嘅，就系佢冇申请专利权，所以咧任何人都可以去出版佢嘅著作，变咗其实佢人哋话点解你画咁多，点解你咁穷，因为佢冇申请专利嘛。咁然后一路喺 Louis Wing 身边好帮佢嘅人一个一个离开嘅时候呢，咁佢直情系临尾，其实你都知道其实佢喺精神病院度度过，因为佢真系已经唔能够再正常地去思考。咁佢个但系我好鍾意套戏呢，阿导演福田之胜，佢系用一个手法咧，系令到大家唔会咁难过嘅，睇到嘅时候系，即系佢会将一啲好悲剧嘅位佢淡化咗。但系其实如果你细心啲去谂咧，其实个故事好悲嘅，但系佢会令你睇得好舒服，而入边有好多关于猫猫画、猫猫嘅情节，亦都好似舒缓咗戏嗰个悲剧感。其实系，系咪？我都睇到佢讲得翻咧，旧时原来嗰个19世纪之前嘅英国社会，猫原来系唔能够登大雅之堂嘅，即系猫系被视为呢个妖魔鬼怪嘅，只有低下阶层嘅人先至会中意猫嘅。咁但系好笑就系因为得意在就话Louis Wing 佢画咗猫呢样嘢，哇佢系大受欢迎嘅，系啲报纸上面全部印晒佢啲插画啊，佢嗰啲古仔嗰啲成，甚至连嗰啲咩猫猫俱乐部都揾佢咗做主席啊咁啊，系咪啊？由地下走上地上啊嘛！嗱，嗰个俱乐部就本身唔系嗰啲有钱人玩意嚟嘅，系真系嗰啲可能中产啊，或者系即系中产或以下嗰啲人自己自立自发嘅，系即系你觉得好有趣嘅呢样嘢系。系啊，咁同埋咧，佢入边都有讲啦，即系其实点解 Louis， 即系佢用形容啦 ，Louis Wing 点解佢画猫画得咁好？因为 Louis Wing 佢同猫系有一个特质嘅，即系其实佢太太都系，佢哋系好独立特行噶。好獨特嗰種孤獨感啊，因為佢哋兩邊嘅人，因為佢同貓都係咁類近，所以佢先至能夠徹底地畫出貓真正嘅神態、真正嘅神髓。即係但係其實戲入面佢係不斷強調緊呢樣嘢嘅，其實係，即係就係話其實好孤獨嘅。其實阿 Louis Wing 係一個好孤獨嘅人嚟嘅，但係因為佢能夠咁孤獨，佢先至能夠感受到貓嗰一種孤高冷傲啊！即係呢個係。幾好嘅對比，咁其實戲入面都一直有暗示一樣嘢嘅，佢嘅精神病應該係屋企遺傳，即係話佢細個其實已經有病發，直至到佢個妹發生精神分裂，然後到佢，咁即係其實係應該佢屋企係有一啲類近嘅遺傳病。咁我鍾意佢嘅結局，佢處理得好陽光嘅，即係佢唔會好悲劇咁好重。咁喂，但係好慘，其實最後佢都啲妹應該係全部都冇嫁，其實係。冇噶，系啊，冇家噶，咁就系、是、但系佢唔会话好令到你好唔舒服嚟唱，佢因为佢真系拍得好开，就其实前段佢当佢同英文教师 Emily 相遇嗰啲情节系好开心，好舒缓咗佢之后后段，因为后段其实你无可避免佢系好悲剧嘅，其实去到系嗰位，但系佢会将前段嘅开心可以淡化到后段嘅嗰个悲剧感，咁所以变咗我哋睇嘅呢套戏嘅时候，虽然亦都会有一身为个猫奴，你遇到个嗰一幕其实好难唔喊嘅，咁但系我会觉得套戏会令我比较舒服啲离开。即係離開戲院就唔會睇到好緊心，同埋唔好咁快走，因為個後面咧係全部會將阿 Louis Wing 嘅著作咧全部喺個 end credit 度 show 出嚟嘅。係啊，我都幾中意佢，即係攞到啲素材去化成佢嗰啲設計啦，係。
同埋呢套戏得意嘅，佢因为佢话咧，佢要用大量嘅猫去拍摄咧，净系阿 Peter 都用咗三只猫。咁但系咧，佢哋知道啲猫咧唔可以太过惊动嘅地方，否则就做唔到嗰啲效果。于是佢哋话咧，当佢哋 stand by 嗰时候咧，佢哋所有嘅人咧都要静静地行，静静地行动，唔好令到啲猫咁惊。咁呢套戏咧就非但冇对任何生物有啲咩损害咧，仲系对猫好非常之尊敬嘅。是猫 lover 嚟嘅，咁所以咧呢套戏你睇到其实好开心啦，见到佢好自然去 capture 到啲猫嘅动静嘅，即系好似我哋之前我哋睇嗰个咩猫猫之家咧，即系嗰套日本片，其实佢都话噶猫系好紧要，因为佢哋要拍佢将佢捧到去第一个位，佢要所有嘢要以佢为嘢依归，咁所以你会见到呢啲叫做真系拍真系好爱猫嘅人，先至能够拍到嗰啲猫动静，因为好似阿 Peter 嗰啲动静咧，其实我即刻会谂起我屋企嗰啲猫猫咯，系。嗯哼，我唔知道Benedict Cumberbatch 有冇养猫，但佢话自己中意猫嘅，系咪系？你唔中意猫，其实好难同猫做对手戏噶。系系，咁而即系导演系福田之胜，其实佢系一个应该系嗰啲入咗籍嘅日本人嚟嘅，系。不过佢个名就英文名叫 Will Sharp 啦。佢本身佢都系应该系猫奴嚟嘅，因为佢个女朋友咧就即系其实即系 Loki 嗰套嘅 Marvel 嘅片集里面做女版 Loki 嘅个演员，佢哋两个女演员喺呢套戏里面做一个猫猫俱乐部嘅一个负责人噶嘛，系客串嘅系。佢本身佢现实上系猫奴嚟嘅，所以有乜可能呢个导演唔可能系猫奴咧？系啦，因为你个另一半系猫奴，一定会有养猫嘅呢啲系，所以佢就能够拍到呢个 feel 出嚟，即系我好中意佢拍到嗰种喜中大悲嘅故事啦，咁系啊，因为呢个导演佢之前佢喺呢 BBC 度拍剧咧，做编剧做导演，佢都系拍啲怪人家庭为主噶，系，所以其实佢识得点去拍怪嘅，即系将怪拍成一个比较分离嘅一样嘢咯，就吓。喂，真系，所以呢期真系好多人物传记片啦，咁呢套其实我觉得系推荐嘅，咁但系咧，因为我见场次真系好难揾啊，咁你哋真系要尽量去揾啱场次睇，因为我惊咧一到15号咧蜘蛛侠一出咧就应该大量删减大部分嘅电影噶啦会，咁如果系可以嘅，我喺海运睇嘅，我觉得个场系好睇嘅，我唔知佢就应该仲有场次嘅，佢海运系应该会排到，咁可以嘅话大家可以去睇呢套，我好推荐大家去睇。如果是一个猫奴是啦。咁好啦，呢一集我哋可以讲到嚟呢度啦。咁我哋下个礼拜我哋再讲戏啦。拜拜。拜拜。